么情况？你爸爸。你听我说，也许你会很惊讶。什么情况？我知道这样表演很困难。哇！但是我想这样一个已经很早很久了，我第一次见到你。从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喜欢上了你。圣诞节快要到了，我准备了一份特别圣诞礼物送给你，就是这一颗辣椒切断书。我知道你很喜欢吃辣椒，辣椒是你最喜欢吃的。我知道现在我还不够好，但是我会努力，让你很幸福。跟我在一起，做我的女朋友好吗？答应他，答应他。在一起，在一起，答应他吧。放任一些。我要在一起，在一起。你知道我特别喜欢吃辣的。我希望我男朋友跟我一样。你能吃辣吗？当然可以，为了你想么做我会做。真的假的？那你把这个辣的你吃了，我就答应你。吃了，吃了，吃了，赶紧吃。外国人最喜欢吃辣条了，是不是？真吃啊，好不好吃？辣不辣？甜的，是不是？答应他，答应他，答应他，在一起。哦哦哦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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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答应你吧。哇！哦！亲一个，亲一个，满满的辣条味。谢谢大家。天哪，好多人。谢谢兄弟们。要不要扛？加油加油加油！我很喜欢中国辣条。好，那就把这些辣条送给你们吧。哇！